哇！来看一下前方哦。哎，这个感觉好奇怪哦。好奇特哦。对啊。台湾的开工怎么会看到九哥呢？真的，还是我们今天大家，我们不要录好了，我们来玩狼人杀，有人会玩吗？哎，等一下，狼人杀要动脑，你可以吗？你还不行嘞？确定哎，然后说 OK 啦，哎，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我要帮大家问，我有一个好奇，为什么零九七会出现在我们开工活动上面？我们先让他来好好拍一个照，留几张帅照，很帅这个 pose， 他很有态度。好的，好，来来来，哇，林九哥你好，你好，初次见面你好，我是祖威，还要自我介绍，害羞个屁呀、啊，没有了，还是要介绍一下啦。那这样像今天出席我们开工，是不是2024年有机会可以跟凯沃有什么合作呢？最近就是想说来跑个步这样。没有，就是希望就是2024年可以有机会跟凯沃集团啊，跟卓音乐有一些作品上的合作。对。哦，最近 Phoenix 其实也想要出新的专辑。真的吗？对。我最近写歌写蛮快。Yes， 对。哎，我争取到了，有机会。那我觉得我说话没有分量，对我必须要请我们凯沃的大家长吴董。扑克的新闻。对。我想问一下九哥，对，他德州扑克到底算不算赌博？是，好不好？没有，不是啊，我觉得德州扑克它就是一个竞技的一个活动，就有点像我们电竞就打 LOL 嘛，一些英雄联盟什么这些东西，它是需要很多的你要观察对手啊，然后还有你的任何一个动作，其实它都是一个有技巧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德州扑克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竞技活动，对，很适合大家来玩。没错，而且我有看到零九哥，其实在社群上都有上面都有解释，我觉得大家都要去跟上啦。我觉得你很 follow 哎、欸。对啊，而且因为我很想学，我觉得学的时候扑克好处是因为你知道可以动脑。脑袋需要动一下，感觉九哥脑袋应该很好。我想要一定很好，但我觉得你不适合。怎么说？对，因为他比狼人杀还难，所以你还是算了吧。我 OK， 九哥有机会，可以教我一下这动脑的部分。可以，你要跑完就来。来动脑一下吧。对呀、啊，可以啊。好啦，那最后呢，我们再跟一起大家拜个年好不好？然后我们家就会路跑顺利。来，祝大家新年快乐，路跑顺利。我们2024凯沃路跑活动，我数321开跑哈，321，走！上去吧。新年快乐！那零九帮我。好，这边啊。就是今年希望能有更多的一些作品可以带给大家这样，就不管是音乐啊，或是任何可能性这样。对。所以东海真的会帮原子少年写歌吗？已经答应了。可以。对，因为最近都很专注在音乐创作上面，所以应该没有问题。对。嗯。那新公司的气氛。我觉得就是因为第一天嘛，然后又这么早，对，其实是，但我觉得第一个活动是路跑还蛮特别的，对，然后刚在跑的过程也跟就是各位师兄师姐们稍微聊了一下天，这样，对，就整个感觉还不错，对，就这个新传统是 OK 的，新什么新传统吗？那你可以等一下可以问一下那个老板，对，老板 OK 我们就 OK。你当初怎么会想要就是加入凯沃？什么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契机啊？其实因为怎么讲，就是新的一年，然后我觉得自己想要在演艺上面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跟发展，然后想要试看看跟不同的人合作会有什么样的火花这样子。对，这样过年时间还有在玩德州扑克？还是要玩啊？对啊，因为就是在玩德州扑克时候，请身边的朋友先问一下，哎。是在做什么的？在拍照吗？对，然后不要拍照这样。没有啊，因为我觉得德州扑克本来就是一个，因为像现在已经就是已经也是合法化了。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就
就有点像狼人杀，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种有点竞技要动脑，就不它不完全是纯赌博，而就是说你必须要透过一些观察，还有你的一些筹码的应用等等的。而且我们之后也可能会做一些德州扑克的细节目。哦，我们就想要把它这个运动变成一个竞技化的，就像战队一样，就像以前可能打电动的小孩可能会被爸爸妈妈说怎么样嘛。所以如果你以后打德州扑克，然后去代表台湾出国去比赛，啊，去美国、去日本、去哪里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是这样一种荣耀一样。对，所以你的技术怎么样？我技术还可以啦，对，因为我其实已经打了大概五年左右了，对，但是当然有很多更厉害的这样子。我看看他，对，所以跟阿弟私下就有交情。就是我们本来就是跟一些 YouTuber 或是一些朋友都会有一些聚会，就是吃饭啊什么都会这样子。所以自己看到那个新闻当下有吓到吗？这个好像其实是去年八月时候的事情，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我们本来就是因为我自己私底下本来就一直有在打德州扑克的这个就是竞赛的这个，对啊，所以我觉得有一点觉得被过度放大了。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没什么的，对。那今年过年后就会长辈关心一下这个事件吗？这个事件哦，有啊，就是我的解释就是说哦，没有，就是因为像爸爸妈妈或什么，他们也都会打麻将嘛，就是说其实这就德州扑克就跟麻将其实差不多，就是大家可以聊天什么的这样子，对。感觉去年好像有点犯太岁，会不会？真的犯太岁，去年是犯太岁没错，但我觉得就是新的一年开始，那自己调整好心态，然后不管是工作或状态，都让自己可以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前进。所以不关心一下韦静吗？韦静怎么了吗？韦静的那个事件，他现在不是提早过年呢？有关心一下他的心情吗？你说那个地瓜球的事件吗？对对对。没有了，我觉得那个事情真的对我而言，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因为我们认识韦静就是很久，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可能平常讲话，因为完全可以理解到他没有任何的不尊重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我就是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可能就是一般的大众啊，不要这么的去这么刁钻的去解读一个人的意思，因为他真的没有那个本意，对。那晚上演戏或是任何的，其实就真的没有设限，对，就是如果有不错的合作啊，不错的机会，我都蛮愿意去尝试的。他现在都常常会被网友放大一些事情啊，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心酸呢？心酸吗？会吗？会偷哭吗？偷哭哦，是不至于啊，但是就是其实算一算，我出道好像也十五年了，对，所以基本上也都算习惯了，所以还可以，都还可以。好，谢谢。